大家好啊，我是花童。今天花童带大家做一个会斜着的树。首先我们用这个蓝钻铲在这儿它挖一块，然后种上我们的树。种完树之后，我们拿这个肥料给它，让它长得快一点。施完肥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就长这么大了。之后我们在这儿挖一个洞，放上我们的转轴方块。放完转轴方块之后，在这儿打两个洞，放上我们的这个红杉木，然后在这儿用石块填起来就可以。然后我们在这儿再挖一个洞，挖完洞之后，我们在这边也挖两个洞，在这个转轴方块下面放上这个电石块，然后用石块把它填上就可以了。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吧，那我们这个斜着的树就做好了，这样看还是不是挺好看的？那我们今天的教程就结束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学会的话就抓紧做起来吧。大家还想看花童做哪些视频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